大家，感谢你们，谢谢。那市长除了感谢以外，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得注意我们弟兄啊、喝水不要啊热衰竭，应该随手要随身要带那个啊这个喷一下，然后再喝水。好，谢谢，谢谢。花瓶姐，上。非常感谢国军的化学兵啊，今天特地来彰化跟我们喷洒消毒药水啊，总共有两天。那彰化的幅员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完全啊，都每个角落都喷到。但是我们清洁队会补上去哈、哦，清洁队跟所有的里长啊，其实彰化市已经消毒了好两次以上的，但是这一次国军是啊，整个部队进来啊哈、哦，是用大面积的一次性的。啊，在重要的街道、学校的附近的街道啊，全部做一次性的啊这个消毒啊，要特别强调说，我们彰化市这一次喷的啊，不针对大马路，是针对阴暗的骑楼的地方，因为大马路其实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十五分钟病毒就会被消灭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针对骑楼的啊阴暗的地方做消毒。那我们请国军的速度也稍微放慢，那要特别强调这个消毒剂跟一般我们用的漂白水稀释的消毒剂是一模一样的啊，千万不要再乱传说具有强烈的啊腐蚀性的化学药剂，不是，是一般性的我们经常使用的漂白水经过稀释的啊消毒药水，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国军啊同岛一命，大家一起齐心共同防疫，希望在最快的速度台湾能够发挥最有效力，大家同岛一命，把这个病毒彻底的歼灭，感谢大家。是支援彰化县各乡镇的消毒任务，那三六化学兵群的部分我们出动了45员官兵来实施消毒任务，那另外安排了两台重消车、两台悍马车以及8部民用型的消毒器，那希望针对各乡镇比较热点的地方来实施消除，以安定民心，并且希望本次的疫情能尽快结束。那今日针对彰化市来实施消毒的部分，预化实施73个里的消毒，那希望这个在消毒过后一切能够让市民能够安心，及背负式消毒器，各组成一路，排队会做，小油卡起。